千世界，位面交汇，无尽的世界中，族群崛起，消亡，强者腾飞，陨落。在这多如繁星的世界里，有一片充满斗气的大陆。我叫萧炎，就来自这片大陆。在这片大陆上，拥有着雄浑壮美的山川，绮丽璀璨的星河，还有那数之不尽的瑶草奇花，珍禽异兽。但只有一个拥有更高斗气的强者，才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。每个人都试图追求斗气的巅峰，有人说，人的潜力只有在生命受迫之时，才会像火山一般爆发。只是从出生到现在，我还从未经历过生死战斗，但却突然失去了修炼斗气的天赋。那之后，我如同被风摆布的沙丘。我也曾认为斗气是衡量万事万物的准则，因为那时我还是别人眼中的天才少年。我很小便展现了自如运用斗气的天赋，足以让母亲都刮目相看。作为乌坦城三大家族的萧门，守护这里的百姓是我的义务与责任。不断变强的火属斗气使我对众人恐惧的火焰操纵自如。我自幼便常与两位哥哥进山狩猎，自然也遇到过凶猛的野兽。求安全，在叶子心上。即便身处险境，也可以于瞬间爆发摧枯拉朽的力量。面对两小无猜的薰儿，我总有办法去讨她开心。薰儿，想家了？当然，也是因为我的斗气，这一切逐渐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恃强凌弱，无所不能。直到那一天。母亲，我的斗气又变强了。为什么要伤蚂蚁窝？因为我能啊，因为我厉害。你能不代表你可以，强大不代表你有权利决定他人的命运。言儿，你有着超越常人的天赋，注定拥有他人没有的力量。答应母亲，从今天起慎用你的每一份力量，好吗？嗯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20年了，我终于找到了你。把我的东西给我。你亲眼所见，那东西早就毁了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我寻遍了整个大陆，把散落的残片一一找了回来，唯独就差一个，一定在你手上。
这就是你认定的天才儿子，这不就是个废物？母亲，把东西交给我，我就放了。东西早就毁了，你的那个新世界已经灰飞烟灭了。灰飞烟灭。 那我就叫他跟你一起灰飞烟灭。无论如何，新世界终究会到来，你却看不见。我保证你的儿子，他一定能看见。母亲。 漂亮的眼睛啊！母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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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妍儿，母亲，妍儿。 天才吗？不是百年不遇的斗气高手吗？阿烈，母亲死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你现在在这儿，放我！你够了！小林子，够了！你们俩也下去吧。 想哭就哭吧，不用憋着。萧氏族人，萧鼎、萧立，今受你剑，以此之善恶。 挥剑而斩，从此惩恶扬善，不为祖训。今受你鞭，以此之进退，侧击作战，来去自如。从此进退有度，不负期许。今受你盾，以此之敬畏，人力有尽，地利无穷。 从此敬畏天地，不绝负责。今受你矛，以此之荣。萧炎哥哥，战场屹立，百折不弯。从此顶天立地，不损族。他们从军术一家族不许荣耀，不去能干什么？族长，云南宗只是隔夜与纳兰家小姐到访。 云岚宗，有请。是，云岚宗，那可是大陆排名第一的斗气宗啊。
肖组长，这颗聚集丹是丹王古河最新出炉的上品，对族长的斗气修行颇有锦上添花之妙，还望族长笑纳。聚集丹出自丹王之手，恐怕更是价值连城啊。葛长老有什么事情不妨直言。我带了一封信，宗主让我呈于族长。用不着这么麻烦，我的事情我自己说。萧伯伯，我这次来是来退婚的。家父与纳兰老家主为了两家世代交好，才让妍儿与世侄女定下婚约。世侄女所言是纳兰家的意思吗？这是我自己的意思。宗主也是这个意思吗？纳兰小姐是宗主的嫡传弟子，也是我们云岚宗宗主的继任人选。按照规矩，宗主的继任人选，这婚姻婚约对两家牵扯甚广，不可儿戏。葛长老，正是因为婚姻大事不可儿戏，所以我才要自己做决定。身为纳兰家长女，云岚宗宗主亲传弟子，我岂能嫁给一个？纳兰小姐都上门退婚了，何必愿意又只给我留面子呢？废物这两个字我又不是没听过。你就是萧炎？没错，我就是。退婚这事儿随时都可以，但是你偏偏选择我兄长从军出征的日子，就是为了来羞辱我和萧氏全族。对不起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让你们误会了。我虽然没有见过你，但我从小就听说你是加玛帝国百年不遇的奇才，能嫁给一个天才应该是所有女孩子的心愿吧。虽然有很多关于你的传说，但我一直都相信与我们纳兰世家一直交好的萧门是不会欺骗我们的，对吗？一定不会。你的斗气是火属的，点燃蜡烛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？只要你能点燃场上任何一颗蜡烛，我绝不再提退婚之事，此生以你为终。别着急，今日若是不行就明日，明日若还是不行就后日。我等你三年，三年之内你随时可以来云岚宗找我，只要能赢我，我便还是你的人。这才是羞辱。不必等三年了，我今天就让你得偿所愿。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云岚宗的宗主是不是我的未婚妻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刀两断。但是我奉劝你一句，仗势欺人的事情少做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三弟，什么？这不是解除婚约的契约，这是我萧炎的休书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与我，云岚宗与萧家再无瓜葛。
兰小姐，天下之大，又何止山川河海？云岚宗固然厉害，但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纳兰小姐若一直这样，早晚会吃大亏的。今日有高人在场，隔夜先行告退。你来干嘛？你该不会真是为了娶不到那个纳兰嫣然在生气吧？还也配？那你还在生什么气啊？哎，你又不是不在，宋人面前侮辱我们萧家，这有戏你演得下去？所以我一定要去云岚宗，要打败他。纳兰嫣然，你还是要去比武？那你还是想娶她呗？我才不娶她呢，长得跟个烂白菜一样，脾气又臭。仗着自己是云岚宗的弟子，到处欺负人，狗仗人势。我被欺负成这样，你还开心？我开心，是因为你不用娶她了呀。我不娶她，你有什么开心的？你说我值不值得开心？该不该笑？哎，但是我一点怒气都没有。好丢人啊！我感觉我在萧家要待不下去了。你要是觉得在萧家待着没意思，那咱们就走。不会说只要私奔吧？这个我得好好想想。我以后要是没钱怎么办啊？结婚生子有点早，但最起码两年吧。夫人呢？什么不一样的？我说的是迦南学院。迦南？对呀。你要是想要打败他的话，那就得好好的修行。迦南学院是整个大陆最好的学院，正好他们下个月会来乌坦城招生，到时候咱们俩一起去考试，好不好？但我半点斗气都没有，连蜡烛都点不着，考什么试？别气馁，多练练就好了。试试嘛。哎，要试过了没有用的。哎，再试这一次。这不就成了吗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只要多练练，就一定可以，对不对？少见的群火属性，而且小小年纪就已晋级正组。很好，你已被录取了。下一位，萧炎哥哥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是怕我给萧家丢脸，但我斗气真的恢复了呀。不是，我知道退婚这件事情让你蒙羞了，所以我得去迦南学院，我修炼，我才能给萧家挽回尊严呀。那母亲呢？母亲当年牺牲自己换回我一条命，我不想一辈子做废物。你觉得你母亲当年为什么救你？她用她的死为你换来了未来，一个有着无数可能性的未来。在这些可能性里，你可以成为任何人，做任何事，只要你愿意。为什么一门心思的想修炼？因为我要报仇啊！我得变强啊！我得找到杀死母亲的凶手！我要打败纳兰嫣然，我要打败所有欺负过我的人！如果你觉得你母亲牺牲自己是为了换来你今天这副模样，我真希望她当年没有这么做。啊！小东东，你不会真要跳吧？谁啊？我是你母亲，显灵来见你了。
我死得好冤啊！啊啊！鬼啊！呀！啊啊！全部回来了，我的斗气丸。我的戒指，啊！有意思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不是要来害我？首先，我不是东西，我是一个人。不是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为什么会从戒指里出来？而且为什么我戴上戒指我就使不出斗气啊？你的斗气，我吃了。什么？我叫你吃我斗气，吃我斗气，你居然看不起我，我父亲打我一顿都怪你。你就这么对待你母亲的遗物吗？老头儿，你为什么要吃我斗气啊？你今天不跟我解释清楚，我跟你没完。哎呀，此事说来话长，不提也罢。反正呢，因为你的斗气，我才能再次苏醒。所以啊，你要是求我的话，我可以答应你。滚！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回来。哎呀，我虽然苏醒了，哎，不是肉体存在，所以啊。还是要住在你的戒指里。我不要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不要来骚扰我。我还要去向安学院。哎呀，你就是想去找你那个小情人那个什么薰儿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就算去迦南学三年，你照样打不过纳兰嫣然。你以为云兰宗是九湖的面捏的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纳兰嫣然的事儿？哎呀，我知道的事儿多了。你每天都会偷吃厨房给你二哥留的鸡蛋。三个月前，你为了报复族中长老，在他泡酒的坛子里撒尿。哦，对了，上个月初五那天，你同学前辈打住，不说不还能做朋友？谁跟你做朋友啊？哎，行，要做的话，我就做你的老师。老师？嗯。你？嗯。你被封印了，凭什么呀？想打败纳兰嫣然吗？想。我的腿！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帮你加快一下节奏。我呢，就是人称药尊者的药尘大师。当年你母亲不灵儿，也曾经拜在我的门下。后来我遭遇一件大事，死了。你瞧瞧，你这一身何许斗气，天生就是炼药师的好坯子。哎呀，没有人比我这个天下第一炼药师更适合做你的老师了。只要你答应我，听我的话，去魔兽山脉修炼。哎，我写了合同。去魔兽山脉修炼，最多一年。纳兰嫣然在你跟前就是一渣渣，而。哎呀，说了那么多，估计你也信不过我。来，给点实惠的，见面礼。这个玄铁尺是给你练身体的武器，为配合稍后教授给你的盐分石浪尺。这本焚诀功法是给你修炼的秘籍。这个丹药是不是吃下去就有几十年修炼的斗技的丹药呢？小子。是给你脸消肿用的。哼！萧炎哥哥，你斗气恢复了，快上车，我们一起去迦南。我先不去了，我还有其他安排，你一定要在迦南学院等我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的。好，我等着你，你一定要来。见到薰儿就忘了老师，你把戒指放哪里了？老爷，要不要我去把小帅爷追回来呀？不用了，他长大了，有自己的路要走。其实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跟薰儿一起去迦南学院修行呢？那里修行太慢，你不是新奇吗？为师有一个速成的方法。那我们去哪儿？魔兽山脉。Thank you.
斗之气上有斗者，斗者之上有大斗者，大斗者之上有斗师，更别说在往上还有斗灵、斗王、斗皇。你就告诉我，在三年之内我能不能打败那梁嫣然？我看那个丫头自身也是天资聪颖，又是下一任宗主的继承人，各种灵丹妙药、高阶功法，少不了给她开小灶。而且，云岚宗还有个神秘的生死门。哎呀，那怎么搞啊？别灰心，有我这个名师在此，你还是有希望。那你说怎么赢呢？哎呀，升到斗师，斗师不保险，大斗师吧。那你说我那大斗师还有多远？对，那就看造化了，有可能一天，有可能一年，有可能一辈子。差这么多，那你传给我的焚诀什么时候练好呢？哎呀，光有焚诀还不行，你还得……哎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啥都不行，天天糊弄我。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异火。异火，你的焚诀有了这个异火，就能升级成高级功法。有了这个异火的加持，那个纳兰嫣然在你跟前，那就是一渣渣。太好了，老师，嗯，我拿我的蛋换你的异火。痴心妄想，这异火乃是无价之宝，岂是一枚鸟蛋就能换的？啊，当然了，就算是我想给你，也用不了。这枚古灵冷火是我自身炼化了的火种，你要是想要的话，自个儿找去吧。那该上哪儿找去？还是那句话，得随缘。有可能，有可能一天，有可能一年，有可能一辈子，还是那个老话是吧？对对对，就这意思。什么声音？什么什么声音？你没听见？没听见，你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听见什么了？老师。哎呀，老师在监狱待了好多年了，没见过姑娘，哎，让我看看。姑娘，我来了。哎哎，快快把我放下来！你这是怎么了？还不是因为他。这是你的东西吗？我先给你捡。哎，不要！哇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是食人花设的陷阱，为了一个捕获食物的。食物？那怎么办？兄弟，别急别急，食人花白天是什么，晚上才会出来进食。老师，我亲爱的老师，你赶紧出来救救我吧。在跟谁说话？这还有别人吗？我不是老东西、老骗子、老色鬼吗？叫我干嘛？不，你是我最爱的老师，你不救我，还有谁能来救我呀？老师，以后我都听你的。其实很简单，把戒指摘了不就得了？救命！你干嘛？我不愿意要。不是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哎，乖，不要动啊！哦，好了，很快。哎呀，不错了吧？别撒娇了。你管这个叫撒娇？这没礼貌啊！哎，你干嘛？拿回我的东西啊！你知道这个纸巾多值钱？还火系斗气，炼药师啊。嗯。哎，别走啊！小美人，这深山老林的，马上就要天黑了哟。你这面白如玉的少年，要去哪儿啊？看你这样，第一次啊？我不是第一。你什么第一次？第一次进山修炼呀？叫什么呀？
我叫萧炎，你呢？我你都不知道？我就是魔兽山脉扛把子，青山镇第一人，全加玛帝国最有潜力的美女草药师小医仙。没听过。看你这个小哥哥傻傻的，在如此危险的地方又初来乍到，这样，你叫我一声姐，之后呢，我们俩就打配合，我就负责采药。我告诉你啊，魔兽山脉就没有我采不到的药。至于小弟弟你呢，就勉强让你炼药，假以时日，魔兽山脉我们就能横着走。这狼头兵团算什么？以后见到本仙女，还不得夹着尾巴做人？跟着他。跟着他干嘛呀？这小妮子身上有你要的东西。跟上呀。那我们去哪儿呢？青山镇。老师，他身上有什么是我想要的？宝藏。这就是青山镇。小杨，买一只吧。买一只吧。买。这里啊，是你们修习修炼者的圣地，多的是你们这样的新手土包子。今天没钱了，拿这个充数。你瞎呀？就这萝卜，要是他，不要也是他。反正本大爷今天就是没钱了。牛肉面，臭小子，接着。哎，为什么他还这么多？肉还比我多。你能吃得了这么多？这个农夫种田多不容易啊，你吃不完那么多，那叫浪费，那叫造孽。能者每日辛劳才换取咱们的一日三餐，你们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，要懂得体恤农者。这是怎么了？是不好吃还是？只是您刚刚说那句话我没先说。想娘了是吧？我那小子也是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出门，说是到外面闯的，修炼功夫，这都十几年了，我就这么熬着等着。你觉得你母亲当年为什么救你？她用她的死为你换来了未来，一个有着无数可能性的未来。臭小子，快点吃，天黑之前呢回家。别让家里人累心，等着你们，你们都是爹妈的心头肉啊，心疼啊，啊！小仙，我让你骗的好苦啊！你说这半块镜子当中藏了一个天大的宝藏，见我心地善良，说跟这宝物有缘，才勉强卖给我，买了这块破宝镜。我出去撒泡尿的功夫，我能遇见三个同样买了这破宝镜的人啊！大哥，误会了，纯属是个误会。别废话，还钱！钱我还真没有。嘿，这个够不够？够，够！哎呀，这成色！小仙，走，小仙。你害得我好苦啊！你说这半块镜子中隐藏着一个天大的宝藏，我才花了半副身家买了这块破镜子，还钱！还钱！还钱！诸位大哥，那什么？
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那镜子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这分明就是假的啊！破假的镜子来骗我？我不敢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比你还蠢？不，你是瞧不上我们狼头兵团，还是瞧不上我们穆力这个少团主？我不敢嘛。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，一啊，跟我打一架，把镜子给我。当，我选第二个。二，把镜子给我。当，跟我打一架。这不都一样吗？无所谓。那你还是烤了我吧。站住！站住！这是金文，这是狼头兵团的地界，没法进。我干什么呀？哎，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女的，是他把镜子卖给我的，就是他把镜子给我的。行。这块假镜子是你做的，我这儿也有半块，和你这半块合在一块正好是一张完整的。就是这个，这东西没几个，所以你肯定有真的，拿出来吧。看您这通体的气派，小妹一定是狼头兵团少团主穆力大人吧。你比那胖子要聪明，但还是要拿出来。既然穆力大人要，我一定双手奉上。小燕，我疯了！什么东西？镜子呢？啊？镜子呢？我也刚认识他，我跟他不熟，我真不知道。你大哥，你干嘛？我真不知道啊！居然敢还手啊！不是，我是，给我杀！老师，别废话，快跑！哎，去哪儿啊？我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等一下，我去拖一会儿。你等一下。老师，刚刚那个白色斗鸡是不是你的？老师，我可以驾驭你的斗气了。我是不是现在不用修炼了？我是不是已经超级无敌了？走，咱们现在就去云岚宗。老师，你为什么变透明了？你再多跑一会儿。岂止透明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斗气储存有限，你刚刚这么一闹，就没剩多少了。老师不能帮你一辈子，总有一天要靠你自己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那丫头不简单，你小心点儿。肖大哥，再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可以吃饭。现在叫我肖大哥了。肖大哥，今天要是没有你，我就折在狼头兵团那帮人手上了。我本来在山里好好修行，碰到你就全部都是麻烦。你说天底下怎么有这么能惹事的人啊？算我欠你一次，等我当了草药师，这个人情我一定还。草药师？什么草药师？就是低配版炼药师。炼药师需要像肖大哥这样天生火属性的人才可以，我天资不够。这种事儿还需要天资吗？炼药师很了不起的，
我爹是青山镇这一片最好的寿童，我娘是个草药师，那不挺好的吗？什么呀，没人看得起草药师，没地位还不赚钱。我爹娘为了让我有出息，他们俩就总是去魔兽山脉找能让我成为炼药师的宝贝。那他们最后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但命也丢。我十岁生日刚过没几天，他们俩就又进山了。可这次他们去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回来，在离家半天路程的山谷里，我找到了我娘。她当时伤得很重，她就一路爬，想要爬回家，用尽了所有的力气。她当时一定很疼，很累。我娘说，那块镜子关系到一个天大的宝藏，只有找到了里面的宝物，我就能成为炼药师。不是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像你爹娘的，为了让你变强，牺牲自己。来，萧大哥，尝尝我的手艺，魔兽山脉独一份，小心烫啊！谢谢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好喝。好喝你就多喝点，一口气都喝。你怎么不喝？我不能喝。为什么？因为喝完就要睡觉呀。你这小子还是太天真了，以后可长点心吧。我先走了。你救过我两次，我救过你一次，我再救你一次，我们就扯平了。山里毒虫猛兽多，这个药能让你免受侵害。我真走了。牛好厉害哦！你在这儿？凝虎草，一锅放一根，一口睡三更。误会，小大哥都是这点小把戏，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。你是想进去是吧？嗯。那你进不去。柴草，来，我帮你进去，里面东西分我一半。就你？拿来。左边两个机关。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啊？哎呀，不是个破骷髅吗？你先走，在前面走，走啊！走。吃了你啊！
干啥？不然怎么过？这么半天劲，原来就是这么一根普普通通的药草啊！你确定这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药草吗？对啊，满大街都是。少团主，一人一半，一人一半，好不好？好，是你的，一人一半。你看看，还是少团主，义气，讲究有格局。我说的是你的手和他的脚，一人留下了一半。这里面都是一惊一乍的。哎，有个人。是在魔兽山脉混那么多年，骷髅都没进。死了。小心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肯定是个宝贝。这个手上也有。啊，书。这么深，肯定摔死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天散毒金。什么毒金？现在跟你说不清楚，先想办法出去再说。这怎么出啊？哎呀，天下独一份的紫云翼，竟然便宜你小子了。走，走，飞。总有一天要靠你自己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
打不过他，什么闲事啊你！人家一边是斗皇级的强者，一边是六界魔兽，就你这个小斗者，在人跟前也只能算个渣渣。我看你小子就是见着女人就挪不开步子。哎，你干嘛呢？那是救人呢。哎呀，这人不是这么救的。那你说怎么弄啊？把他的衣服脱了。啊？老不正经。啊，行行行，不脱也罢啊。但是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哎哎哎，你把他抱起来，还想不想救人呢？哎呀，都说过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现在用古灵冷果把这些药草提炼出来，
你抱着他，驱动你的焚诀功法，用这些药草精华修复他的各个经脉气门。这就是你给我找回的七彩毒经？是我大爷啊，听说还让人跑了。您不知道，那家伙就是废物，我三拳两拳都给他干了。被废物打败还挺光彩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你是在这山沟里待的时间太长了，真正有本事的人没见过几个。这七彩毒经原本是为父送给你的礼物。送给我的？这魔兽山脉那几个大家伙你能拿下的有几个？我这辈子是没什么指望了，你还年轻，我要让你成为魔兽山脉真正的王者。七彩毒经可以让你成为独一无二的恶难毒体，到时候魔兽山脉数之不尽的毒物都可以成为你修炼的助力。我们可以不依靠任何宗派任何势力，一步步成为斗王斗皇甚至斗宗，到那时候我们才是穆氏家族真正的骄傲。我觉得我们已经够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煞费苦心做这些？因为你是个蠢货。我别让你的无能毁了我为你所做的一切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百魂千魄将它炼化成一颗血毒丹，服了血毒丹你还有可能成为恶难毒体。什么解释啊？我在给你疗伤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啊。别来了，别来了。我是火属性斗气的，我只有这样才能把药材的精华输到你身体内，这样的话我们的衣服就烧成灰烬了。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吗？这不是，哎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不是。姐姐别动，你真的不能再动了。姐别动，别动，你伤势过重，你越动你的伤会加重的。伤势加重，我又得像昨晚那样给你疗伤，但我真的没别的衣服了。姐姐，虽然你的功力没有全部恢复，但是应该待几天就痊愈了，我先告辞了。我现在功力全失，难道你要把我这么一个弱女子丢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吗？弱女子？喂，你别逗了，堂堂一个斗皇怎么可能是弱女子呢？你也知道我被紫金狮王封印住了斗气，我现在身上有内伤又没有了斗气，我不是弱女子，难道你是？再说了，既然救了我，现在又要把我丢在这样一个妖兽出没的山林里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等于是你害了我。说的有点道理，该怎么办？你那么着急要去救你的心上人啊？不是，只是个朋友，他现在在狼头兵团手里，非常危险，我得去救他。狼头兵团就凭你？我知道我很弱，但还得去救。喂，如果你能从狮王洞偷出紫灵晶，助我恢复我的斗气，等我恢复了斗皇的实力，别说是一个小小的狼头军团，就算是千军万马，我也帮你把人救出来。
偷紫金晶嘛，那跟抓猪有什么关系？这是紫金狮王最喜欢吃的食物，再加上魔兽山脉最厉害的天然迷药，足够他睡一下午。有人爱吃这个？他不是人，是狮子。嗯。进去吧，这里就是。为什么你不进去？帮你把风啊。还以为所有的野兽洞穴都是屎尿满天飞的，没想到这还挺整洁，挺有品味的。哎，干嘛呢？这不是小魏先说的那个特别有价值的那个紫金吗？拿点回去呗。不是你很缺钱吗？啊，不是我不缺啊，那你可以给小魏先拿来还债，还可以给面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行，别忘了正事儿，嗯。紫灵金应该就在上面。小子真是傻人有傻福啊！来，拿着，用这几个瓶子把液体都装起来。这可是半生紫金元，紫金狮王的精华。你确定是精华吗？这玩意儿你要喝下去，对你以后的修行有极大的好处。剩的还多吗？还有一点点。哎呀，一点就算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是可以喝的吗？是能喝，但没叫你现在喝。哎呦，你这个傻小子！该走了。
好紫灵晶了，放了他们。如果我不能，反正只要我，自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但是你可以啊。我要走了。不是，你明明答应过我的。喂，你这个东皇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？你欠我的呀。我欠你什么？衣服吗？我已经不欠你任何事了。第一，我答应你放了那几只小狮子，对不对？第二，我不知道你刚才在山洞里吃了什么东西，你体内有一股能量爆发，差一点让你爆体而亡。若不是我出手相救，帮你炼化那股紫色的能量，你现在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所以你跟我之间两不相欠。不是，你这个骗子！你不知道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我再告诉你一句，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像你这样的弱者，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。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灵芝。是狼犬，别急啊，你的焚诀已经有了质的变化，等你的火焰全都变成了紫色，就算是正式突破斗士境界了。到那个时候啊，你再使这个炎焚石浪尺自然是手到擒来。好，我们去找小医仙吧。不到斗师境界，去了也是送死。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去，他一定会死。哎呀，你现在还不能很好的驾驭你的斗气，炎焚石浪尺你也没有练成，单枪匹马的去对抗整个狼头兵团，你是作死。别冲动，可以商量啊。哎呀，现在的问题是，你连狼头兵团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他们。叶伯伯，叶伯伯，叶伯伯，
他们要来还清波，大炼成毒的，快去救他！王洛宾娜在哪里？天黑之前的回家，别让家里人担心，等着你们，你们都是爹妈的心头肉，心疼啊。炼制丹药的关键时刻，绝不能出乱子。又是你这个废物！
言，你快醒醒啊，熊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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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了。你想知道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吗？你只要放过我，我就全告诉你。肖大哥，不能放过他，他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屠夫。你过来，过来我就告诉你。我可以跟你一起走的。你的身体刚刚获得恶难毒体，需要天天服用毒药来疗伤，没有比魔兽山脉更适合你的地方修炼了。那就在这里告辞了。再见。年轻轻的叹什么气呀、啊？虽然认识的不久，但是你还别说，连个小医仙我有点不习惯。哎呀，你小子虽然修行天分不如我，但是在女人缘方面，那真是青出于蓝呐！哎呀呀呀，老师能不能正经点？哎，我不正经。哎，那我跟你数数啊，先是从那个什么薰儿开始，然后呢是纳兰，现在是小医仙。哦，对了。还有那个女斗皇，还有，那两只小狮子，好像，老师，咱们下午去哪儿啊？随缘。你不要随缘，我要变强。你要变强干嘛呀？我要报仇。嘿，你小子来真的。啊，得嘞，把你那块遮羞布拿出来。哎呀，要变强是吧？我们下一站，青莲地心火的所在，塔格尔大沙漠。
我会用你这双手亲自为你报仇。替我办两件事儿。我现在要去杀一个人，等事成之后这条命就归你了。杀萧炎是两件事之一，我让你跟踪一个人，监视他，必要的时候你还得保护他。谁？萧炎。大千世界未免交汇，无尽的世界中族群崛起消亡，强者腾飞陨落。在这多如繁星的世界里，有一片充满斗气的大陆。我叫萧炎，我的故事就从这片大陆开始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我失去了母亲，失去了斗气，给我亮，失去了尊严。我这次来是来退婚的。在我人生最灰暗的时候，有一个人给了我希望，他就是我的老师药老。打鬼啊！他带着我进入魔兽山脉修炼，在战胜了为祸一方的狼头兵团的同时，也发现了母亲身亡的线索。自此我更坚定了我的目标，复仇。还是没有啊，你感觉到底准不准确啊，老师？斗气，我也一点都没有了。哎，斗气，老师你别吓我呀！现在救我唯一的办法，去石墨车。石墨车，我只能撑到那儿。好，然后呢？先去最大的酒楼。点一杯奶酒，要超大杯的，再来一整条烤羊腿，要急火烹的，外面酥，里面嫩的。啊，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，你每个字都要听清楚。哎，七世灭祖啊！闹不正经，我不去石墨城，我要去找青莲地心火。整个沙漠都被你找遍了，就差石墨城了。你啊，是怕见你两个哥哥，才不敢去的吧？不是不敢啊，是不想。我何必主动送上门找嘛？哎呀，咱俩去石墨城是凭美食，不是去看亲戚。我又不想看他们俩跳舞。咋了？一提你哥跳舞，你就吓趴下了？哎，给我看看。别闹。奴隶追他们的是蛇人族。哎，我说你小子可别多管闲事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背了那么久，你现在一点斗气都没有了。
别救了，你没看其他人都死了吗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救了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就是有点为难你啊。去石墨城。全是沙子，哎呦，还有岩石，双眼贴啊，也可能是五根，手段脚段甲沟炎啊，肾亏脾亏脂肪肝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坏消息，基本上是废了，医好了，也废了，那好消息呢？没有外伤，哎，这个皮包下来可以留个念想。这位要是你的跟班，换一个，要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他欠你钱吗？欠的不多就算了，治好他不便宜吗？这个够吗？哎呦，够了！我的地图选用的都是上等的羊皮，用硝石熏制几个月，再用蜂蜡涂抹晒干，晒干涂抹，涂抹晒干，再晒干涂抹15天。奶酒、超大杯、羊腿一整条。老板，水，这里不卖水，卖给他。哎，你到酒馆来点水丢不丢人啊？别多嘴呀、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是在跟你说。没关系，给他杯水。这样就走了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不想惹事吗？你他妈还想惹事儿？啊？哎，你的水钱还没付呢。这杯水我没有喝，我为什么要付这个钱？这杯水是你要的，你就得付钱。动手，干他们！你能不能冷静点呢？行啊，你付钱，我就很冷静。这些蛇人的玩意儿哪来的？看样子。刚发了笔小财吧？干干他们！真的很累了，不想动手。那太好了，那咱们就省事儿了。哇！哇！在我墨铁的地盘上，谁在闹事儿啊？大哥，二哥，小银子。一句话不说，离家出走3个月。那不是离家出走，大哥，那是进山修炼。都安排好了，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还有正事要办呢。你有个屁正事儿，我们才有正事呢，没工夫你在这胡闹。把我藏宝图还给我。哟，还真是什么藏宝图啊？还就在咱塔格尔大沙漠。想得美。脑子还这么笨，说说吧，找什么呢？青林地心火。干嘛？很好笑吗？就你这脑子，玩寻宝游戏磕着碰着尿裤子的时候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我看今天谁先尿裤子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小李，别闹，你少给我在这犯浑啊！明儿你就给我回家去，别给自己找麻烦。你二哥说的对啊，这次就当被骗了。被骗了什么意思？青莲地心火根本不存在。蛇人族与人族水火无名，战乱不休，这种争斗持续了千年，直到蛇人族陷入内乱，落败人族。青莲地心火是蛇人族圣火。传说掌握青莲地心火之人可号令天下蛇人，届时必将重新挑起两族之争。好在近百年来无数蛇人族前赴后继寻找青莲地心火，没有一个成功，
就连风头正盛的蛇人族首领凯琳也号称要寻找青莲地心火，想要借传说之力统一蛇人族各部。彩莲，彩琳，这蛇人族几百年来实力最强的女皇，这次出关之后，她不但有了斗皇的实力，更是号召全天下蛇人族团结起来向人类复仇。现在全天下所有的蛇人族都将她视为救星。对吧？奴婢不敢。现在啊，是人心惶惶，每天都有商队被蛇人绑架，蛇人奴隶也每天都有逃跑的。要不是我跟你二哥镇守石墨城，整个大漠都乱成一锅粥了。青莲地心火它就是个传说，就算它是真的，你一个人只身去寻找蛇人的圣火，不要命了？可是我不一样。这里不是乌坦城，没人保你。哎呀，不需要，我斗气已经恢复了。在魔兽山脉的时候，你们知道狼头兵团吗？怎么了呢？被我灭了。你还真是两杯酒下肚，什么都敢说呀？不是真的，而且害死母亲的三个人里面就有木蛇，狼头兵团团主。我现在提起他。这个明天回家。我不回家。哎呀，好看，真好看呐、啊。谁看你呀、啊？哦，赶的是他。满意了吗？满意了就走吧。哎呀，我说你啊，放松，放松一点啊。老师不能帮你一辈子，总有一天要靠你自己。不过这一次，老师愿意帮你。来，把你的身体借老师用一下。来，放松，再放松。老师，啊。叫什么名字啊？青莲。哦，好名字呀！过来坐。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哎呀，来，过来坐。喂，老师，你这个玩的有点过分了吧？老师救了你那么多次，这不能享受一下吗？来，青莲，你给我按摩一下。给我按摩。过来。你先出去。来，你先出去。过来。刚刚。属实有点变态，我给你解释一下。不过这个东西解释起来有点复杂，是这样？不复杂。啊？刚刚是你们两个在争身体。你能看到我？嗯。碧蛇三花筒原来如此，哎，真是无趣。你自己慢慢玩，我玩不，自己玩去了。少不正经的。我的衣服呢？两位团长吩咐，把你的脏衣服全烧了。那我就这么一只哪吒？两位团长吩咐，在您进乌坦城之前，不让你穿一件衣服。那他们就不怕我这么就跑出去了？两位团长吩咐，您如果觉得这样不丢人，他们随意。那我的东西呢？地图、武器，这个我总能拿回来了吧？他们怎么吩咐的？没有吩咐，他们亲自看管。你一定有办法拿回来，只要你愿意帮我拿回来，我就可以给你。小黑少爷还请自重。我可以给你自由，自由。三个宝，三个石。来，哎，哎。什么？小雅呢？侦查过程中呢，产生了其他的费用。你朋友送来的钱已经……好商量，好商量。有优惠，有优惠。我问的是，送我来的那人，
去哪儿了？要说您的那个老板，哥，那是条汉子，跟人打架闹挺大的，莫铁冰糖扣着呢。啊，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们可都说啊。你要方便的话，把账给结一下呗。东西想不让别人知道可以，那你就是乖乖听人的。我小严呢？刚刚我被人发现，是他救了我。哦，是你啊！是你从蛇人手中救了我，我甘愿侍奉你为我的主人。别人，快起来！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先离开这儿再说。啊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罗布。罗布，我感觉你好面熟，咱们以前是见过吗？没有，主人。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二哥，这儿没人是你二哥，把他们都给我绑了。过分了，老三。拜托了。像我一样，抓好。那是什么？杀兽。这种生物性格非常温顺，只要是有吃的，就愿意往前走。沙漠里的人经常用食物来训练杀兽，让他们为自己运载货物。答应我的两个条件，我让你跟踪一个人，监视他，必要的时候你
还得保护他。没有我的命令啊，他不能死。你留着他，不就是为了神庙里的东西吗？你确实不错，但就是喜欢自作聪明。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计划，而你父亲是计划中的一部分。终有一天，你会明白这一切。到时候，我会给你杀死萧炎的力量。不需要，我只需要你放手，让我和萧炎一战。我会凭自己的力量杀了他。终有一天，你是可以的，但不是现在。怎么样？他被抓走了，对方人很多，他现在很危险。看也看过了，给你讲价吧。你这几个成色都一般呢，就那女的还行。这样，8000金。不够，再加2000。青莲，你干嘛？他是我的人。他是逃奴，照规矩。抓到的人可以任意处置。他不是逃奴，他是墨铁兵哥团长的侍女，团长是我哥哥萧定宇萧立，他只是出门办事，你没有权利处置他。墨铁兵团，好大的招牌啊！小子，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位是我们红沙幽冥团的团长豪格。我决定的事儿，没人可以改变。好强的斗气！我说的不是他，在你身后。现在敌我不分。不要轻举妄动。没有人可以改变，那钱总可以吧？你开个价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今天是我兄弟的忌日。当年他们就是被蛇奴埋在地下，活活被风沙吹死。从那以后，每年的今天，我都要抓几个蛇奴下去陪他们。那这个总可以吧？我的兄弟们一定会很喜欢这块宝石。站住！那一带留下，人都带走。你这是要明抢吗？你说呢？你为什么不生气？我想先听听你的理由。我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。我已经把你带成石木藤了。你觉得蛇人族究竟是怎么样的人？跟我们人类一样，有喜怒哀乐，
善恶对错，也会像我们人类一样抓捕别的种族做奴隶。蛇人族并没有使用奴隶的习惯。可我刚刚被他们抓过来。他们抓捕人类，并不是要当做奴隶，而是用来交换蛇人族奴隶。在你面前的，就是一个蛇人族的奴隶。在远古的传说中，人类和蛇人族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只是因为互相对对方感到恐惧，才彻底决裂，成为世仇。小燕少爷，你对我很好，也很善良，但你并不真的认为蛇人族是和你们一样有血有肉的生灵，你们可以憎恨我们，怜悯我们，畏惧我们，却唯独不能正视我们。就好像你给我自由这件事情，给我自由的承诺，跟诱惑杀手前行而给他食物又有何分别呢？你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不再是奴隶，你是一个自由人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不过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交两个新朋友。我，萧炎；他，罗布。是为了寻找神庙，但我按照地图已经找了三个月了，连神庙的影子都没见着。神庙只有在特定的时间里出现，你这张地图和星图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，想要知道神庙出现的时间，需要遵循星图的指引。就是今晚。想要让天上的星图和地图上的一一对应，三年来只有这么一次机会，我们的机会只有这么一晚。那地图的精度没那么高啊，这怎么找啊？我看不用找了。你为什么要找神庙？因为我要得到青莲地心火。那是蛇人族的圣火，你为什么要得到它？我要为我母亲报仇，青莲地心火能让我变强。把你那块铁锈用一下，我用绳子把它系上抛过去，然后咱们就可以爬上去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都忘了你会飞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会飞啊？哦，就是那天看你从天上掉下来，我们才过去的。哦，对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这个神庙好小啊。跟我想象的也不太一样。蛇族圣城依照巢穴建筑物的部分是藏在地下的。哦。这应该就是我们蛇人族几百年前关于青莲地心火的传说，也应该就是你们此行的目的。
昔日蛇人族领袖圣母从火山中取得了青莲地心火，凭此壮大了蛇人族。好景不长，圣母的三个儿子为了争夺继承权互相内斗猜忌，从而引发了整个蛇人族的内乱。为了稳定局势，圣母设局考验三兄弟，意欲选出继承人，但最终无一人通过考验。圣母放逐了三兄弟，并规定以后只有女人能进入圣城，执掌蛇人族大权。为了避免后人滥用圣火，圣母将圣火放在石龟的心脏之上，并建设了神庙。只有当蛇人族陷入危机时，被圣火选中的人才能驾驭它，执掌蛇人族部落，度过危机。你们看，现在不是他对手。先说，不打理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欺人不欺头，没想到这丹王古河的炼丹术如此高明，竟然把自己炼得比这丹药还要滚圆。丹王古河，至少我不像你们这些低贱的蛇人一样，几百岁的人了，弄得跟个姑娘似的，恶心！你呸！蛇人，老子拿青莲地心火炼丹救人，天大的功德！这青莲地心火乃是我蛇族人的至宝，怎么，你偷别人的东西还跟我讲理了？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。你叫他一声，你看他答应你吗？蛇族人哪配有这样的东西？我觉得你还是回你的蛇窝发号施令吧。被骗了吧？我就陪你活动活动身体。你以为？你区区一个斗王，能跟我这个斗皇较量？来来来来，马上！我的屁股！是你，我跟你没完！就是为了神庙里的东西。念在你们今日救了我蛇人族的族人，我先放过你。这小矮子是不是挂了？是。
三位相救这壮举，我丹王古河，敏感五内。他居然真的自我介绍，叫自己丹王。哎，点小礼物，不成敬意啊，收下。今天这个遭遇，请本王领了。事儿还请各位忘忘啊！我就告辞了。记住，灵丹妙药认准丹王古河，最近离这块远点。今天彩铃打了我，我必有回应。走。一旦彩铃拿到青年地心火，他就会重新召集所有的蛇人部落，到那个时候这场战争就完全避免不了。我们是唯一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人。你说的阻止是把青年地心火夺到手吗？那到手之后呢？人类和蛇人族的矛盾你能解开吗？没有了青年地心火，人类和蛇人族的战争就会停止吗？会，因为我一定会想到办法。你要相信我。你真的有那么在乎塔格尔沙漠吗？你并不是为了两族的和平才来到这里，你是为了青年地心火。我不是你的奴隶。父亲都生活在山里面，从我记事起，他就让我为他寻找一件宝物，这件宝物能让人成为世界上最毒的人。你阿爸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当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毒的人的时候，别人将无法再用毒来伤害你，而你却可以把毒当作武器保护自己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阿爸送给我的，这就是阿爸爱我的方式吧。但是我懂得太晚了，直到他为我而死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早点明白这些，我为什么不能早点相信他。我会亲手为他复仇。其实好色的味道。你自己没流过眼泪吗？我们蛇人一生只流一次眼泪。什么时候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青灵地心火在谁的手里面都无所谓。比起彩铃，我觉得在萧炎手里面会更合适。也许，萧炎真的就是拯救蛇族的那个人吧。只有女人才能进。这就是圣城。对，就这也算圣城？与贵妃上的神庙一样，我们的圣城是在地下的，越往下越代表尊贵隐秘。那个大殿只是通往圣城的入口而已。
由于当年圣母禁令，圣城是不允许男性兽人进入的，尤其是你们人类，就更不允许进入了。那我们穿成这个样子能混进去吗？这身装扮只是为了进去之后不被发现而已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好些钱啊！古河大人到了。哎呀，古河大人请。各位啊，这个蛇奴啊，在彩铃的带领下是越来越残忍霸道，不把他们彻底清除，我们恐怕永无宁日。承蒙各位给面子，给我个丹王的称号，小王不才，但也得对得起这份称号啊。所以聚齐各路英雄，一起把蛇奴一网打尽。事成之后，所有的财物各佣兵团自由分配，蛇奴的活口交给各位老板买卖，如何呀？我只要一个人，彩铃。女皇驾到！知道我为什么召集你们前来吗？是我要宣布的第一件事，圣火再现，蛇族归一。圣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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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二件事，我从即刻起即将闭关修炼，我将借助圣火的力量突破禁忌，待我出关之时，便是我族血洗屈辱向人类宣战之日。圣火人类，与龙合体！圣火人类，现在蛇人还是一盘散沙，诸位在丹王古河的带领下精诚合作，胜局已定，不需要我们兄弟二人锦上添花。更何况墨铁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誓死守卫石墨城。蛇奴劫掠往来商客已经威胁到石墨城的利益，你拿石墨城做挡箭，这个理由。两位团长认识一个叫萧炎的吗？他是我们的三弟。这位弟弟前两天带着一个蛇奴跑了，我碰巧抓到了那个蛇奴，他竟然一掷千金，只为从我手底下救走蛇奴，后来又把他们全都给放了。当弟弟的尚且如此，当哥哥的恐怕……哼，二位要是实在不愿意出兵，那这事在石墨城恐怕要人尽皆知了。你再说一遍试试。我们要马上进去阻止彩铃，一旦让他操纵青莲地心火，战争就无法避免。双蛇火灵蛇，这小妮子不简单的，碧蛇三花筒已经开启了两种颜色。我以我蛇族女王之名义召唤蛇族之圣火，深埋于岩浆地底的青色火莲，点燃撕裂黑暗的焰火，焚烧我的敌人，竭尽这世界上一切的罪恶。
怎么样？我们该怎么走？跟我来。想要取出青莲当中的火种，那才是青莲地心火的核心，吸收了火种才算是真正的驯化了它。真麻烦，能量越大越麻烦，所以我才让你找异火吗？你的焚诀就是专门为了吸收异火而成的功法，有了它你才能变得更强。哎，这个只知道用蛮力的女人，火不是这么玩的。不是，他一个斗皇都搞不定用我，我这个小斗士都行了。你确实弱得一渣渣，但你这不是有我呢吗？而且异火这种灵物是会认出的，他不认就算是斗皇也没用。只快该想想办法，这个再这么烧下去，整个圣城人都会有危险。事成之后，我要抽打你的奶酒，外酥里嫩的羊腿，还有……哎呀，别废话了，该怎么办？哎呀，衣服脱了，又要脱吗？来来来，老师帮帮你。火种，快去吃了。这怎么吃啊？让你吃你就吃啰嗦什么？火没有那么容易被吸收，如果没有蛇族秘术的帮助，你只会被青莲地心火反噬。我还是低估了青莲地心火的能量，只有彩铃能帮你。女王大人，他是好人，我不会看着被圣火选中之人就这么死去，但这个忙不是白帮的。萧炎啊，萧炎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师父，这是古河送给云岚宗的丹药。送给云岚宗？拐弯抹角的，不是送给你的吗？师父，这古河求人办事儿总是以丹药铺路，殊不知外面的丹药越多，他自己越廉价。这次什么事儿？他想请我去一趟塔格尔大沙漠，帮他一个忙。这古河对你倒是情有独钟。师父，弟子心境得了紫灵晶，正忙于修炼呢，所以……塔格尔沙漠正好你也没有去过。去见识见识。是。问你云南的绳子还有没有多余的呀？我开个价，你们抓到的俘虏想要卖个好价钱找我呀。滚。好好，大哥，我们怎么会跟这种人一块作战？人类大军压境，还不赶紧把彩铃叫出来。不可，女王正在闭关晋级的紧要关头。还紧要个屁呀、啊、
等人类把我们都杀了，他就算进级斗宗又如何？可是慌什么？女王，您晋级都如何了？还能如何？看样子是晋级失败了。哼，造孽！平白无故把我们都召集过来，这次肯定被人类一锅端。彩铃，你就是我们蛇人的大罪人。今日就算我不行，也有他人能够解我们蛇族的危难。杀人！闭嘴！他是被圣火选中之人。不可能，区区一个人类，他只是个新晋的大斗师，怎么会？都已经救火了，差不多得了，管闲事得有个限度啊。你也看到了，你们人类侵占我们的土地，贩卖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保而已。况且你只是被一伙选中，你不会以为我是在求你的。你说的阻止是把青莲地心火毒到手吗？那到手之后呢？人类跟蛇人族的矛盾你能解开？我一定会找到办法，你要相信我。你刚刚提升为大斗师，况且你体内的青莲地心火还差两半呢，说明它并不完整。我不怕你与人类为敌，我只请你保我蛇族人的安全。只要你能做到，不管是任何事情，我都愿意答应。哎，我就知道这个攻玉星界的女人，她现在让你扛的可是个大难。人类的部队会从墨铁城方向来，所以我们要设立四重关卡，才能阻挡他们的进攻。女王会下随我，会守住哨塔，以弓箭防御。蟒蛇部，你们的武器适合近战，守住哨塔，任何人都不得靠近。妖蛇部，武器为鞭，蛇偷袭，分成两股，从左右报仇。响尾部落，你们要驻守在圣城入口处。如果要是有人类的部队进来了，你们要在暗中混淆视听，对其进行打击。最后，墨铁兵团团长是我的哥哥萧鼎与萧丽，辛苦了。我会代表蛇人跟他们谈判，希望可以阻止这场无谓的战争。在那之前，一切都听罗布的。穆斯穆兰，穆斯穆兰，兄弟，靠你了。有完美吗？有。你看，这连道墙都没有，这也能叫做城？谁愿意成为第一个冲进蛇奴圣城的勇士？是老三。哎，你们指挥官是谁啊？麻烦你过来一下，我先过去看看。他们要想耍花招，那你就看我的响指为好。闹死他！是你，兄弟，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到熟人啊。那这个事情就好办，那边
是你说了算吧？他这个生意就成了。咱俩来个里应外合，兵不卸任。他说，事成之后，彩铃归我，大人小孩，咱俩平分，如何？我跟你谈判是为了结束食人族与人类千年的斗争，不是谈生意。一切都是生意。哎，兄弟，最后再给你开个价，大人小孩都归你，我只要彩铃和青莲地心火。你驾驭不了青莲地心火。小心烧了你的屁股。不是说了不说屁股的事儿吗？怎么了？屁股又不舒服了？你拒绝这么好的生意，你会后悔的。小丽，不，咋不动手呢？没看着吗？老三，你还真跟蛇人混在一起了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原本是想……跟我们走。我们动手！人类动手了，蛇矛准备。三人还在下面。这儿。现在这里不太好，这个是你要保护的。战争，战争就得死人。他萧炎如果真心为了蛇人，他应该有这个觉悟。弓箭手，准备，起手。
杀了他，你怎么帮他呀？师父只是让我来帮你，帮你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。再这么啰嗦，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。哎，姐姐，我错了呀。哎，姐姐。你不是找了高手吗？高手呢？跟我来。杀手，杀手喜欢群居，万里荒漠，一受宠啊。我的丹药不但能充满高手，更能充满电磁异兽。整个塔格尔沙漠，没有比这只杀兽王更强的魔兽。才会去打一场无意义的仗，因为你的愚蠢和自以为是，我们堂堂墨铁兵团竟然要和一帮奴隶贩子为伍。你究竟要弄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？三弟，帮助蛇人族反抗人类，你知道会死多少人吗？你惹了多大祸，你知道吗？去想办法结束这场战争。哎呀，我就是要结束的嘛。只要你们还奴役蛇族，这场战争迟早都会发生。当人族和蛇人族平等的那天，这场战争才会结束。幼稚！是想要维持现状的你们才幼稚呢！欢迎来到训练场，真是令人兴奋的巧合。800年后，仍旧是神场不行，仍旧是三兄弟。训练场，圣母与三兄弟组的试炼场。没错，昔日圣母将这个试炼场交给我们兄弟打理。对的，就是让我们兄弟选出。喂，你不是看守密道的吗？密道那是不相同的，我是看守，我是老大。哎，我是老二。我还会说老大？为什么老是保护我？不是我，就是你。不是我，就是你。哎，你有完没完？我没工夫跟你们在这废话。兄弟。准备再撞一次。
兵团少团主，我叫穆力。将会被封印在这里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老师该怎么办？别费力气了，这里有蛇族封印，连斗气你都无法施展。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谁想活下来，就上那个祭坛。上面只能容纳一人。别想作弊。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你们别干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遇事则前，是萧门的规矩。小莲子，二哥这几年脾气不好，你受委屈了，以后别恨二哥。我不做啊！小莲子，干嘛？爷，爷，你个混蛋！你以为我们是为了你吗？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母亲就白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让我走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。身为长子，我不但没有保护好你和母亲，还让你因为母亲的死背负了这么多年的痛苦和委屈，是大哥的失职。小妍子，我一直都知道母亲的死不是你的错，我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，却把怒火都发泄在你身上，我是个混蛋。
周一德。三弟，牺牲哥哥的性命为了自己的性命，这种鬼事情谁干得出来啊？兄弟共进退，要死就一起死。难道你就是那个被圣魂选中的人？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就会是一个人类。荒谬吗？更荒谬的是，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，正是要阻止这场针对蛇族的战争的人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阻止我的人竟然是你们。既然你是被圣火选中的人，那也就是我们蛇族的首领，我们将臣服于你，听从你的指令。无上荣耀的首领，请聆听我们的祈求。在您未完全驾驭圣火之前，请不要试图融合它。因为一旦失败，那将会是一场灾难。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，立刻，马上。好的。好的。
雄！一件十拿九稳的事情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奴隶贩子是废物，佣兵更是废物。我自己去救场吧，我那杀手王被一个小蛇奴往头上那么一按，去找蛇奴。他的眼睛是什么样的颜色？天蝎孤清世界，虚拟是人生与龙蛇卷，你的微末星空为云层书写下我们祖先名字里的眼，你比我自爱多一点，调皮不羞耻多一点，穿越质量天地间不远，天天地点三零去三千，大山大漠大道自大写一字。
片纸卷飘个三千页，复制粘贴我删除手写，命运地图天上缺页，请看翻开，反正那都是光明一片。我脚下过去为遮掩，这生非要经过一夜，在外三千两就天这点现实空外面，今天就有日和月，所谓见到的事是来天空放映的世界，一切是越经验，银河线刷新两遍。